大家看一下，当时我们进行测验的时候呢，这个班级报告就是马上就可以呈现出哪一题同学做对了多少，做错了多少，用时间是多少，如何分配的，正确率是多少。 每一个题啊，有几道同，你像这个就是哪个同学选的第一个选项，哪些同学选的 B 选项啊，这个上面都会有显示，有数据分析，就是和我们平时考试，扫描答题卡之后得出来那个情况是一样的。还有呢，就是它可以马上就是显示同学们的对错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动积分。 当时我们是做了两道选择题，那么这个道选择题像这名同学呢，他名字都是用手写，马上就可以识别的。还有呢，就是他这个里面及时就可以显示出选择题的正确与否，就知道这个同学的掌握情况是怎样的。那我就是对这个智能笔的使用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和说明啊。 好，那么非常感谢各位领导，现在我把。